上午10:50到11:45，总裁办沟通会；12:05到下午1:15，与史密斯先生午餐；下午1:30到3点，总部园区规划会议；3:15到5:30，投资集团年度封闭会；5:45到7点，置业集团封闭会。然后赶往西华大学，您的演讲将在7:20左右开始。我知道了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先出去了。把这些改成 PPT。好的，何总。这个，顾晓玲有阅读障碍症，2个月了都还没看完。把这改成 PPT， 再给她一次机会。何总，顾小姐恐怕没有阅读障碍症。什么意思？依我对你们约会数据的统计，我觉得他是想跟你分手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个多月以来他一直都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